作用就是讲，咱甲变一朵花表现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啊，有的就用音哦，音的部分去把哦，该呈现伊的深度。啊，用音音的表现，所以这里面的一种构图看起来有多元的迄个技术去融合在一个画面，看起来就比较丰富一点。那个有伊的眼镜深度、距离、视觉。今天提来这是查起，今天起来就没我都无从那部啊，哎，查起不。我爱你普通的用菜龟切的，哎，起来感觉有舒的感觉，够有宇宙线的。不简单了哦，只是以这种雕刻，这个方法是什么？因为普通的就咱甲雕塑的迄个观念拿来应用，哎，咱普通吼，你也看到三米，你坐伊就是爱有企鹅啊啦，虾米哦，做安尼种老的咧。但是咱不是，就是甲一个物件单纯化，比较单纯的一种做法，哦，甲伊当作人，当作一个好的表现方式。啊，所以伊雕刻刀，我甲一般无相关。应该是拢差不多要讲。因为人类有一款机械去应用，光影啦，光影啦，啊，这那这就是光影啦，哦，啊，不简单哦，雕刻跟他做呢，啊，所以个用一寡光影照出来哦。对啊，因为咱就是一直在尝试新的。全台湾雕塑做了上好，啊，咱欢迎大家来中华行村，啊，咱习惯啊，过年行村、春节行村，拢去寺庙拜拜。所以咱啊，彰化市的寺庙啊，吊足侪古灯，吊到安尼喜气洋洋，而且古灯全部拢是专门甲艺术家啊、甲名人共同创作的啊，所以来彰化行村拜神明，可以当看到咱真水的古灯啊，咱上吊啊，嘛爱有新年的响应哦，响应。咱过年吃鱼吃肉啊，物资的享受，但是咱心灵。精神的盛宴，就是咱这栋啊，咱上重要中华咱的雕刻雕塑大师黄妈庆，这是国宝级的吼啊，尤其是一系列的这个荷花展和荷花的雕塑，会让你心里啊沉浸，会让你心里得到平静吼。所以伫咧过年过节，咱闹得欢喜，咱嘛爱来给咱的心灵啊得到更较侪的福气。所以咱就请天师来祭天祈福哦，吊挂灯啊，为全国全民来祈福啊祈福之外，我们还用啊雕塑大师啊黄妈庆老师的雕塑展来提供大家一个心灵跟精神的响应。过年时间来看这国宝级的这个黄妈庆大师的雕塑展呐吼，这都免费的哦，这东西啊提供给我们。全国的乡亲一个心灵啊精神最好的响应。